这一次其实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，是一试就觉得啊，就是它了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完全没有尝试过的造型，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点优雅，但是又有点个性，有点健康的感觉。有一点，我刚刚都不太敢看他。外面是不是有戴阿嬷金项链？有啊，是有挂在身上。对，挂在身上，在里面。可以借看一下。你说拿下来不行？这就金项链。有他拿出来。那你也介绍服装吗？啊，服装，你的服装。哦，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设计师，叫做 Dixon Lim， 对，然后身上有带这个卡地亚，不知道怎么讲，赞助我的，也不是赞助，就是借给我出席活动的这些配件，就是让整个看起来有那种画龙点睛的效果，这样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哇，我没有好好介绍哎，没有关系，我好好介绍一下。对，我今天穿的是 Celine 的高级定制。然后也是带卡地亚的珠宝，然后这次带的系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美洲豹，然后但是这个手表很可爱，因为它远看其实是一个手环，但近看它是一个手表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是想要走一个比较简洁利落的风。我手表一看就是一个手表，对，铂金跟珐琅，漂亮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